疫情稍稍的趋缓，再加上了好天气，大大提升民众出游的意愿。屏东的小琉球在周末涌现了人潮，让当地业者相当开心。天气炎热，小琉球海边满满都是游客。玩水、浮潜、独木舟体验，游客一身清凉泳衣跳进碧蓝海水。也有民众在游艇上大晒日光浴，眼看人潮回流，业者自然欣喜不已。大概六月中以后，人开始慢慢都回流过来了，跟上个月比差很多。从海边出啊，然后也可以包船出去外面玩水。随着确诊数字慢慢下降，屏东小琉球出现假日出游潮，加上暑假前一个星期的好天气，许多民众也特地前来玩水消暑。从苗栗过来，为什么选择来小琉球？因为不能出国嘛，哎，我出国了哈。从哪里来？从台南，放假带小孩出来走走，吃冰消暑了哈。对对对，从台北来到这边都怎么消暑？吃冰啊，喝饮料啊，泡水啊。天气热，民众当然大啖冰品，而冰店生意也好到不行。生意量有稍微再回流一点，如果疫情不要再爆的话，应该是可以。这是小琉球种的芒果，没有加任何一滴水，完全天然制成的海龟冰。疫情稍稍趋缓，伴随好天气，民众出游意愿提高，但提醒防疫措施依旧不能少。记者苏水平报道。